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第三个回向发愿心，这个回向发愿心就最重要的。你早上也要发愿，你晚上也要发愿，你时时这个信愿行，就是这第三个，第一跟第二个这是因呢、啊。第三个这个通向果的呢，一定要发愿。所以有的人告诉我说，他念了这个往生咒，他就问师父说：“哎，师父说，我往生咒是念完三十万遍再全部回向，还是每天晚上要回向？”我说啊，那两部三十遍，每天有十几遍呢。那当然是每天要回向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每天要回向，怎么可以念完三十万遍？万一你这个念到十九万遍就车子就撞死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不可以这样子，生死无常的啊，生死无常。